那个是我在烧烤店然后帮客人服务的时候突然发现的。哎呀，这小弟啊，今天非常荣幸啊！哎呀，今天能够来上这个郑宏宇的节目啊，哎呀，真是倍感这个光荣啊！哎呀，这个小弟啊，不知道我可不可以为大家高歌一曲啊？啊啊，可不可以来点掌声啊？哎，让我们互道一声晚安，送走这匆匆的一天。谢谢。你到底可以模仿几个人啊？大概十几个哦， oh, 还有诸葛亮、低狗粮和你买一样，他被走不？来弄、哦、开玩笑，哦、我其实我一直谢谢。感觉上你车祸以后脱胎换骨、没有啦，打通任督六脉。因为我的演，因为我的演唱会其实很好看，是因为我还唱崔台新的歌。哎，那我们来欢迎一下诸葛亮哈。好好来，大家好，我是低狗粮啊，我甲大家讲好。我其实吼，真正是去出国游学啦，啊，但是我一月真正去做生啦。不过我做生真正上欢喜的一项代志就，我这谢金燕小燕吼来跟我复合。啊，不过吼，我跟你讲，我足好歹的，因为吼，原来小燕足早就啊打拍数啊，伊足早要跟我复合啊，你唔知是安那？你刚刚叫我姐姐唱七八单舞啊？欸哦，即个去演唱会听伊唱，啊，哎呦，啊，伊唱，参我嘛叫我叫他姐姐呢，我想讲，啊，乱去啊，啊，我等伊老爸啊，对不？好、哦、啊，啊，无啊，我倒去厝里吼，我较半暝啊吼，面包较想着啥，伊来打 pass， 伊讲叫我有闲去因家坐坐啦。嗯。哦